思乡，泪断千年情多长，有多痛我无思想，忘了你有孤单魂随风的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，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。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天明还好吗？嗯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大叔你真厉害，那些人全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大叔教我剑法吧，我要变得跟你一样厉害。变强又怎样？变强就再也不用怕被人欺负了，就像大叔刚才教训那些坏蛋一样，把他们全部开启野火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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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了杀死那些人而使自己变强，他们都是该死的人呐。在你看来那些人都是该死的，那我和你在他们眼中呢？在他们眼中我们是猎物，也该死。你喜欢成为别人狩猎的目标吗？天明，杀戮永远不是变强的理由。一个人若以打败别人来证明自己，他就已经输了。这个字我好像见过，有点像我以前见过的。啊，我见过这种字。大叔，这是不是秦国的字？嗯。大叔，你怎么会写秦国的字啊？以前七国的人都使用自己的文字，嬴政吞并六国后就下令统一文字。现今其余六国的人都不愿意用秦国的文字。不过什么？大叔，
或许再过几十年、一百年，以后的人就只知道一种文字了。嗯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大叔，我不太明白啊，只有一种文字不是挺好的吗？天下有那么多字，看得我头都大了，只有一种文字，嘿嘿，对我来说好像还不错。你觉得这是好事？不，嬴政那个坏蛋，他怎么可能会做好事呢？他做的事情一定就是坏事，很坏很坏的事情，对吧，大叔？嘿嘿。不过这个字是什么字啊？我看不懂啊。这个字念侠。侠？大侠的侠？这个字的左边是一个人字，它表示一个人的行为，而右边是一个家字，是一个大的人带着两个小的人。他是说有力量的人帮助弱小的人。有力量的人帮助弱小的人。哦，原来侠字这样写是有原因的。论剑术自然是大叔最强，至于烤鸡嘛，能胜过我天明的人还没见过呢。只有按照我的独门秘技，才能做出天底下最美味的烤鸡。嘿嘿，这秘技我可是只告诉过大叔你一个人哦。好喽，外焦里嫩，绝顶美味的秘制烤鸡，大叔尝尝吧。嗯，大叔，你要记住，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乱世之中，只有学会烤鸡，才能顽强地活下去。嗯，大叔，你记住了吗？天明说的，大叔都记住了。咦，我也做过大叔的师傅啦！在这个乱世中，很多人心中都有侠，但这个字在每个人心中都不一样。手中的剑为什么而挥动？天明，你必须自己去寻找答案。
你已经长大了很多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长大，我不要长大。大叔，我不可以没有你，我们要在一起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天明，谢谢你。他，大叔，大叔。我们就这样等着看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小兄弟哭得这么伤心，可真让人心疼。哼，竟然把大叔害成这样！你们这些混蛋！我不会放过你！恩怨情仇，果然有趣。天明身上的阴阳咒印，真是可怜，居然把仇人当作最亲的人。小子，你要恨的人不是我，应该是他们。如果不是他们躲在里面做缩头乌龟，你的大叔也不会受伤。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说的一点也没错，大叔就是被你们害的。天明，我和大叔千里迢迢来到机关城，但是你们都把大叔当作敌人，你们恨我们，处处提防着我们。坏人进了机关城，你们不去抓，却把我和大叔关起来，你们都不是好人。你们黑白不分，见死不救，和魏庄那个大坏蛋有什么区别？你们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们说话呀，回答我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的大叔非常的了不起，不管其他人怎么对他，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他都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我之前一直都不相信他，危急关头还一心把他当作最大的敌人，但他始终默默承受着。在墨家面临300年来最大一次浩劫的当口，他依然凭借一己之力支撑着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和信念。有句话现在说也许已经太晚了，我对你的大叔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，我错了。一句道歉是我欠你和你大叔的。我高渐离在此用生命发誓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一定要保护你大叔的安危。天明，你可以相信我吗？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出剑吧。哼，就凭你？凭我们？还有我们墨家全体的承诺。都是些不自量力的蠢货，和葛聂一样。混蛋！你说的没错，葛聂是很傻，傻到可以为了自己认定的信念而不顾一切。但
但是你这种不知信念为何物的混蛋没有资格批评他。哼，你觉得很有趣吗？我只是觉得所谓的信念在每个人的心里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让我觉得更有趣的是，信念似乎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谈论，至于一群即将要死的人，你们往前再走一步，可能和信念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。少说废话，我们既然站在了这里，就绝不后退一步。不后退一步？在我看来，要一个人的命，半步就足够。天明。信念，所谓的信念不过是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。天明，天明，大坏蛋，臭妖怪，放开我，不要轻举妄动啊，墨家最大的本事就是看着自家兄弟受死。你这个混蛋，枉你自称流沙的主人，居然就只会以一个孩子的性命来做要挟，你不怕传出去会被天下人耻笑吗？想用激将法，大可不必。魏庄，你与墨家的恩怨应该找我们了结，这个孩子与此事无关，难道你不敢与我公平对决吗？这种卑鄙无耻的家伙怎么会讲公平？公平？弱者没有资格要求公平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把小鬼吊起来。他将是游戏的筹码。就以小鬼的性命做赌注，我的三个手下与你们三人一对一生死对决，三场中你们如果能够赢下两场，这个小孩就不会死。魏庄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他明明已经占尽优势了，为什么又要旁生枝节？我想我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对于我们兵家来讲，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并不是击垮他们的身体，要让你的对手陷入绝望，再也不敢死灰复燃，就必须彻底摧毁他们的信念。魏忠想做的就是将墨家连同非公兼爱的信仰完全粉碎。对决过程中任何人不得插手，即便是某一方战死，如果你们违反规则的话，这个小鬼的性命也就不保了。你们听明白了？目前双方实力悬殊，墨家遭遇震宇千叶致命打击，战斗力大受损失，墨家目前只剩下大铁锤、阿雪与我三个人可以对抗敌人。原本葛聂与魏庄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但被黑麒麟偷袭之后，葛聂也被魏庄重创，导致拼死突围出去被白凤追击，现在白凤已经回来，导致的生死实在令人担忧。而目前魏庄被渊红刺中，受了一点外伤，战力虽然有所下降，但是以他刚才突袭抓走天明的身法来看，影响似乎并不明显。敌方还有影符赤练那个机关怪人白凤，影符虽然是手下大将，但是那次是我和阿雪联手合击才能够有如此压倒性的胜利，如果单独交手也是颇为难缠的对手。赤练在流沙中的地位重要，是魏庄的心腹，实力应该不容小觑，如果阿雪与他对阵，结果很难预料。那个力大无比的机关怪人有公叔家族的霸道机关术助阵，恐怕比赤练和影夫更强。
除了他们三个以外，敌方还有一个据传实力仅次于魏庄的白凤袖手观战，而更可怕的是号称流沙第一刺客的黑麒麟隐藏在黑暗中，随时可能发动偷袭，就像他对葛聂那样下手。从整体来看，局势对我们极端不利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正在赶来的巨子和各路英雄，看来眼前也只能将计就计，拼尽我们最后一分力，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如果能够使墨家多坚持一刻，就是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我们接受。无双，来吧，无双。